晨与音乐实验惹争议，有人说真难听，周杰伦的制作人却说好。今晚华晨宇奉献了登上舞台以来最大胆的表演，他第三次改编的《假行僧》，四番广角演唱显示了他的诚意，但是这样的歌唱方式并不是所有人都买账。不喜欢的网友不在少数，不过实验音乐本来就是探索、创新、融合、改造。像国外人声音乐的发展已经领先了很多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追求旋律大于歌词，还有现在我们的流行音乐难以在国际评选中拿奖的原因。今晚华晨宇的《假行僧》在这个舞台完确实大胆了点，但音乐从来都不只是流行音乐，所以 JSEJ 深深赞叹。上一届首发的民族乐队黑儿主唱这样评价，连周杰伦的制作人钟兴民都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讲述自己的震撼。钟兴民写过很多歌，代表作有《双截棍》《黑色幽默》等等。要想当面周杰伦也是被骂得很惨，所以曲高和寡也是可以理解。说说你听完这首歌的感受。最新歌手资讯，右上角关注边吃火锅边唠嗑。